你挑球我来帮，欢迎收看和平精英粉丝帮第六期视频。收到粉丝艾特的阿詹，这次将揭秘开宝箱是否有技巧之谜。先看一下原版视频。这期视频呢，教大家如何100%抽出极品装备和皮肤。首先呢，打开仓库，点击搭配，然后呢，随便选择一套原始搭配的方案。接下来直接返回主页面，点击军需，来到抽奖界面。重点来了，在抽奖之前呢，我们需要联系，点击极品套装和皮肤。接下来我们联系单抽2次，抽完之后呢，我们回到主界面。只要屏幕前的兄弟们牢记以上抽奖步骤，那么下一个抽出极品装备的就是你了。通过原版视频，他说随便选择一个原始装扮就能100%开出稀有物品，小伙伴们对这个操作很是好奇，就召唤大山神兽给大家证实一下。所以我给大家保证的是，开宝箱是没有任何技巧的，因为他们开箱的概率和计算法都在不停的改变，谁也不知道下一步能开出什么。首先我要把这个星期的泡面捐出去，然后在没有任何操作的情况下直接开箱。第一次给了一个裤子，第二次直接中了一个鹰眼套装，在接下来的开箱过程中给了很多喷涂，避免浪费大家的时间。这次直接十连开，第一次运气很差，然而第二次在十连开的过程中给了一个 M24 皮肤、毒食猎人套装，还有狗杂皮肤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在这个过程中大山没有花里胡哨的操作，更没有动手脚，只是普普通通的开箱，这难道也叫技巧吗？所以我们就称这个技巧叫废柴教学。